了呢？不是，你误会，你别跟我解释，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啊。二房东刚洗完澡，穿的特别少，你就给他扑倒了。哎呀，他都叫渣渣了，你怎么还笑哈哈呢？不是，你来来，你过来，你坐上，我跟你讲，你别拉我，我嫌你脏。你们当编剧的想象力这么丰富吗？啊，就我这样的我能看上他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追你哥女孩老了去了，那都成车皮了，我还追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我喜欢的。二房东成天叽叽喳喳，我喜欢的，我才不喜，是你喜欢的。你可拉倒吧。我喜欢他，就那形象，长得这跟美那个字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还是向他耍流氓，我向他耍流氓，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好。还有他那身材，成天觉得吧，自己老丰满了，其实咋的，还不如我那一半呢。对，哥，你说这个才对了，你说这个你就不脏了。哎，我瞅他哈。我要不瞅脸，我都不知道是 A 面还是 B 面。谁不好看？我哪儿不好看呢？我怎么就分不清 A 面 B 面了？就我这脸，我这身材，我这曲线，我这看什么呀？太好看了，销魂啊！混蛋，玩够了吗？啊，好玩吗？不玩。说我胖哈？等老娘我瘦成一道闪电，我劈死你！劈死！没说你呀、啊？没说你呀、啊？没说你哦、啊？说我呢？我告诉你们两个啊，既然住进了这个房子，正好借着今天咱们约法三章。罗吉来了，约法三章，一共三章46卷108项，你背吧。大青绿呀、啊，这不也背不下来呀、啊？背不下来是吧？好吧，吓唬谁呢？好办。